你们知道吗？JoJo的奇妙冒险这部动漫刚出的时候并不算火，但第三部引入替身的元素后却迎来了空前的反响，而替身的原型正是来源于塔罗牌。那么今天阿三就再来帮大家盘点一下，在JoJo的奇妙冒险中和塔罗牌相关的替身还有哪些。一、银色战车。银色战车作为波波的替身，其实力自然不用多说。在剧中，即便赛特神使用替身能力将波波变成了小孩，但他依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只见波波凭借自己的智慧最终将赛特神重创，但是上面的战斗只是波波少有的胜利战绩，刚登场时的他被阿布嘟嘟吊打，而后又被卡梅欧欺骗，甚至就连条野狗都能欺负波波。那最经典的名场面还要数奇在遇到恩雅婆婆时，作死的波波不断的询问其已故的儿子，忍无可忍的恩雅婆婆直接使用替身能力控制住了波波。因此粉丝们给波波起了个亲切的外号，波波小天使。而波波不但在旅途中一直遭受挫折，他的爱情经历更是惨不忍睹。在主角团与小老弟一战中，妮娜为了保护自己的情人赫尔荷斯，他突然出现并死死地抱住了波波的大腿，因此小老弟才得以逃命。在之后的剧情中，波波对着混入主角团的妮娜不断地献殷勤，对妮娜即将亲他的时候，奥乔却将其替身击败，妮娜也因此惨死于波波面前。这个场面可能需要波波用一辈子来治愈。正因为波波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所以JoJo第三部也被大家戏称为波波的不妙冒险。不过作为塔罗牌战车的所有者，波波的骑士精神和战车牌的优点一样，在其首次登场时，他不同于JoJo中喜欢偷袭或者使用手段的反派，波波选择光明磊落的挑战主角团。甚至当狭窄的场地不适合阿布嘟嘟战斗时，他大方的选择与其在室外进行公平的一战。在战斗结束后，即便波波奇差一招输给了阿布德尔，但他却依然秉承着骑士精神，并没有选择反抗。正是这不屈的灵魂感动了阿布德尔，因此作为败者的波波才能成为环球观光团的第五人。二、力量。猩猩作为第一个登场的动物替身使者，刚登场时大家都以为他并不是替身使者，而迪奥作为最蔑视动物的存在，在第一部中迪奥更是杀害了大乔从小养到大的修勾，所以大家都没想到迪奥居然会派出动物去和陈太阳交手。值得一提的是，猩猩在剧中的表现正如同塔罗牌中力量的缺点诺诺一样，在其被陈太阳击败后，他死前曾露出肚子示意认输，但陈太阳秉持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最终猩猩被白金之星欧拉致死。三、隐者之子。隐者之子作为老东西的替身，大家笃定他的能力是鸡肋的。但是如果奥乔使出波纹再加上其替身能力的话，他的实力也不容大家小觑。不但如此，老东西更是有乔家人少有的高手，这也正好对应了隐者牌的特点长者。而作为载具杀手的奥乔，他还完美符合了隐者牌的缺点不宜旅行。在剧中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值得一提的是，戴牙心中的长者形象本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但乔家人世世代代都是绅士这句话最终却毁在了奥乔的手上。如果大家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奥乔，可以移步阿三之前做过的奥乔人物志。四、正义。作为第三部最终 BOSS 迪奥的老师，恩雅婆婆的替身，正义也不容小觑。正是他提出了派人刺杀主角团，但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包含他儿子在内的七人都以失败告终。想要替儿子报仇的他最终还被主角团申请，迪奥为了杀人灭口只能派出恋人将恩雅婆婆彻底了结。有意思的是，虽然恩雅婆婆掌握着正义牌，但她却崇尚实力超强的迪奥，即便间接死于迪奥之手，恩雅婆婆却依然对其非常忠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许多动漫中，教条往往代表着愚忠的反派，而恩雅婆婆也正是属于这一类。崇尚强者并没有错，但她心中的正义却并非真正的正义。五、倒吊人。上面说了恩雅婆婆，接下来我们来到她的儿子倒吊人盖尔。大家总是会把倒吊人和第五部中的镜中人搞混，他们最大的不同便是，倒吊人只能将自身存在于镜子中，而镜中人却可以当敌人拉入镜中世界。这下大家应该知道他们的区别了吧？值得一提的是，在塔罗牌中，倒吊人则代表着无畏的牺牲。剧中盖尔的表现也印证了这点，虽然他和小老弟联手击败了阿布德尔，但他却选择独自追寻波波，最终在波波和花金眼联手下被击败。在这场战斗中，盖尔算得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他既没有了结阿布德尔，也没有打过主角团的剩余二人。不过作为杀害波波妹妹的元凶，他的结局让粉丝们感到大快人心。六、黄色节制。拉巴索作为比阿三还要自恋的人，阿三对其可以说是相当的讨厌，他居然敢说自己的替身是无敌的，你们说这像话吗？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在剧中变成花镜院模样的拉巴索本想借此偷袭陈太郎，却不幸被陈太郎拖入水中，即将窒息的他被迫解除了变身。可陈太郎哪会轻易放过他，被一番毒打过后的拉巴索只能选择跪地求饶，但很明显陈太郎打得还不够狠，他居然还想着偷袭，结果自然不用多说，肯定不能轻易放过他。而作为小喽啰的他，因为出场的时间一半都在求饶上，除了拉巴索的替身名字，阿三觉得他和塔罗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七、死神十三。死神十三作为硬派男孩的替身，其替身能力十分的夸张啊，他可以出现在敌人的梦中，甚至还能控制敌人的梦境，但缺点是醒来后会忘记梦里发生的事儿，所以即便华华拯救了大家，但却没有一个人记得。而硬派男孩仅11个月就能熟练的使用替身，还能借助替身能力影响着现实，只可惜大家只记得他的名场面。
八、白金之心，作为主角陈太郎的替身，白金之心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虽然其攻击距离只有两米，但架不住他的力量和速度都是全剧天花板啊。在剧中，钢铁阿丹以二乔的性命威胁陈太郎给他当牛做马，可当其替身被主角团打败后，记仇的陈太郎殴拉了阿丹整整三夜半。这下大家知道他天花板的含金量了吧？在星星牌的预示中，行动力是支撑未来的关键因素。而我们的主角陈太郎最不缺的就是行动力。在剧中，别管你是谁，揍就完了。而星星的塔罗牌也是指引方向的代名词，就如同陈太郎主角的作用一般。无论是周游篇还是埃及篇，又或者在后面几部中，陈太郎都为剧情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只可惜荒木老师在创造时总会把上一部的主角削弱，所以我们的鳗鱼墙才会从白金之心变成了白金之心，最后变成白金之猴。不过我相信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吧？而关于陈太郎的详细解析，阿三下一期视频会以人物志的方式给大家深度解析一下陈太郎的一生，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收藏。九世界作为第三部的最终 BOSS， 迪奥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定是：恶人也需要恶人的救世主。在塔罗牌中，世界代表着完美无缺。结合剧中的迪奥，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恶人来说啊，迪奥可以算得上是最纯粹的反派了。虽然他最早只是为了贪图乔斯达家族的财产，但剧情需要，最终迪奥还是扛起了和乔斯达家族世代对抗的大旗。而迪奥最终的失败，正对应着世界牌盲目的缺点。无论是迪奥的自大，还是他的目中无人，都是他失败的导火索。就比如迪奥派人刺杀主角团时，非要一个一个上马，你可是恶人的救世主啊喂，以多打少才是恶人该干的吧。又比如主角团和迪奥的决战中，自以为胜券在握的他说出了那句最高你嗨铁子的。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迪奥呢？阿三觉得不仅是因为他身上的梗多，更是因为其强大的实力和迪奥纯粹的恶。当然了，和阿三一样的颜值党也不少。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动漫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阿三，咱们下期再见。